大家好，有花友反映过一个问题，就是自己养护的三角梅呢枝繁叶茂，但是开花之后呢这个花量比较少。那么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我们最好是当这个三角梅刚刚出现花蕾的时候呢使用一些催花肥。那么这个催花肥呢其实就是磷酸二氢钾。很多花友觉得这个三角梅长花芽了，不需要给它用了，担心受到一些肥害，其实只要我们把握准确是可以给它用的。大家看，像我这一颗三角梅呢就是刚刚冒这个花芽出来，这个花芽大概有1到2毫米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坚持给它3天喷一次这个磷酸二氢钾，每次用上一勺，然后兑上1000毫升的清水，这么一勺呢就是1克，也就是按照1:1000的比例连续给它喷3次3天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三角梅花量倍增。我们喷施磷酸二氢钾最好是晚上，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用清水再给它喷一次，冲刷掉残留的一些肥分，避免它出现肥害，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，大家一定要把握好。这个方法虽然说是冒险了一点，但是它的效果确实非常的好，能让这个花翻倍的开。好了，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